最后关注一下贵金属，金城沪金主力合约是报在220.50元每克，纽约黄金主力合约是报在1053.8美元每盎司。昨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偏鹰派的一个发言呢，是使得美元指数站上了12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点。虽然随后是稍有回落，但是仍然对金价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压力。另外呢，昨天晚上公布的小非农著称的 ADP 就业数据呢，也是显示良好。会预示本周五的非农会是一个不错的数据，因此我们预计金价仍将继续下探。好的，主持人。